其實我一直都想知道啊，台灣行大運究竟要做啲乜嘢㗎？我們就做做冰椅，爬爬刀梯咯。那我就躺躺冰床，走走刀橋了。哎，你哋有冇呃我噶？沒有，真的沒有騙你。台灣行大運會做呢一啲嘢，雖然我唔係台灣人啫，但係行大運會唔會咁堅啊？真的沒有騙你，我跟你講，這邊是我預約了好久我才預約到的哦。我們等一下還要一路過五關，過完之後呢，保證你今年一整年順順順。雖然我就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，但是你這樣說我就跟他拼了。是位於英國的雲德宮建廟於1917年，是台灣唯一一個供奉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孫斌的廟宇來的。每年的正月初一還會舉辦獨一無二的過五關儀式。據傳聞，過五關就會是新的一年消災解厄、天福旺運，就算面對鋭利的鐵釘同埋刀鋒，信徒個個都會想試下噶。哇！你哋真係冇呃我喎，後面嗰個刀梯啊，跟住呢一個有釘嘅床，同埋呢一個哇有釘嘅凳啊，痛噶喎！咁咧，我哋等一陣咧，真係要過呢五關啊！當然啦，真的，要像我這種健壯的體魄。随便都可以过关了。哎，我没有，所以我看就好了。你们加油。我都是想试下，但是呢应该要怎样过呢这五关。来看着信徒都进来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先看他们怎么闯。对啊，我们先看他们怎么闯。在开始闯关之前，孙斌庙的主持王如吉还要先用血符施法，他会用刀锋轻轻划过条脷，嘴入边还念住咒语，再将血迹滴在钉椅和刀梯上。这一项古老的仪式目的就是将这些闯关的器具净化去煞，被信众能够顺利闯关同埋得到好运势。过五关的仪式本身是道家的乩童晋升为道士、法师的时候的试炼。在试炼的当中，如果受伤见血，就要重新历过噶啦。如果一般的民众要体验的话咧，切记有三个禁忌啊，唔可以饮酒，唔可以大肚，同埋家中丧事未满一年的都唔可以闯关噶。就你在忍受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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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紧张。一只脚跨过去，这样子。对，好了，坐起来。在这里很紧张哎，很方便哦。来，慢慢坐下来。慢慢。哦，我被刺到了。对，我被刺到了。叫你慢慢拿。很刺哎。是正常的，不刺才是奇怪。很刺哎，我屁股也被刺到了。正常。哇，放松。真刺啊！来，后面帮他刺一下。哎，你的脚要下去哦。对，不下去了。哇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刺。我这里。可以了。手比较刺哎。哦，脚好刺的。对，脚超刺的。他怎么有一种要踢打的感觉？你看他的眼神，对呀，好痛啊！强颜欢笑就是这样子。慢慢的坐下来哦，慢慢的坐下来。你的身体换给我们，哎，这样就好了。慢慢的，哎，吃过去了。你放轻松，你不要动，你放轻松，放轻松，你放轻松。不会，不会，你对，不会，三面镜，不会啊。他真的刺到我的屁股了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来，抱胸，抱胸，这样。放轻松，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正常的。哎 ，OK，OK，OK， 这样不要动。那是会刺刺的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一定会刺刺的。没有刺刺的，你就没有感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就你了。好委屈哦，我。这个鞍子，这个鞍子的第一句，我得。一二三，哦。来，这脚跨到那边。跨过去。哦，好多洞哦。有洞吗？真的假的？好像看过去了。哎，我看到你的毛细孔了。真的有刺过。有皮啊，有刺
那个哎。我觉得我屁股比较痛。有。我们屁股已经流血了。眼睛看来，不然就闭起来。起放松。哎，先坐下来。牛仔裤应该可以，这个可以哦，应该有稍微。我穿错裤子了。这裤子穿错了。这个是五。慢慢的，还蛮舒服的。对对对，好像在做按摩一样。这个很危险。哎，这个是兵器的东西，来。哦。哇。舒服。这个好，真的舒服，真的有我在，犀利啊呢个。现在是最后一关了，你们两个过完这四关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蛮轻松的。我觉得看起来很轻松哎。但我觉得你好像有点。我觉得好像受限在体重。还是其实是业障比较重。有可能。需要再重复一下。可以。第五关你们还敢试吗？我觉得我可以试下几级咯，但系爬到上去又有啲惊惊地。你都过四关了，第五关不过好像有一点点可惜。你很会洗脑。阿 Ken 过咪过咯。这一关。亚彤先，我先啊。对，小瑞先这样。哇，真的。踩下去就在动了，没关系吗？你要把重心放一只脚，真的要克服。好，手可以拉高，真的要克服。好，你脚要上来，手一拉。要不要打赌？你觉得他敢上去吗？等一下，抽筋。太紧张了。我再试试，如果真的再抽筋就算了。我替他紧张了。我也替他紧张。哦。不要拉刀嘛，你要再拉刀一刀。哦。放轻松，拉。慢慢哦，慢慢。对对对对。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像这样上去。哦，我觉得我要下来了。啊，没办法下来了。好，好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你要下来。OK。不行，我爬到上去我就。抽筋。对。就是紧张了。紧张啦，可以啦，你很棒了，你看这个人根本没有上去，我在红尘爬上去的。怎么这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会砍过去，好了，我踩到了，可不可以？这样就好了。他不行了，他不行了，他不行了。啊！他说他不行。没关系啊。他今天我没有志气，他人生没有奢求这么多。对，我无所求。我仲想自己努力一阵先。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大家。可以。就算冇成功过完五关，每个信众都可以行过庙方搭建嘅平安桥，祈求一年嘅好运啊！同埋唔好唔记得摸下呢一座独角神牛嘅雕像啊！每一个部位咧都代表住唔同嘅祝福嚟噶，求财求子都可以一次搞掂啊！这样。屁股有点痛，两位吓到了吧？哦，这么贴心啊！我觉得我不是害怕，我是真的痛。我本来一点都不害怕，但我一上去就我吓到，怎么这么痛？我前面被阿 Ken 吓亲啊！佢我前面嗰阵时嘅一个表情一直搞到我觉得咧好痛咁样啊！但系咧，我坐上去嗰阵时，我又觉得。都唔係好痛嘅喎，可以接受到。係第五關唔知點解真係抽筋，唔係嘅話咧，我一定可以堅持到行到上去，咁先會消除呢個業障啊嘛。但係如果你自己咁樣睇咧，你會唔會想參與一下呢一個過五關？我觉得我这一次因为家里上市未满一年，所以不能参与过五关，应该是阿妈有在保佑我。阿妈保护你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蛮怕痛的人，所以我就算我看到大家感觉不太痛，其实我也没有想要自己去尝试，但是看别人试还是蛮不错的。好啦，咁今次虽然冇过完呢个过五关啊，可能系上天嘅安排，亦都系觉得俾我哋有少少嘅。可以，总可以靠自己的感觉，还是可以靠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对啊。